经华人班授课。各位华人同学，阿弥陀佛！啊，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。啊，风水处处在，处处不在，但是它的感应处处在，而不是不在。曾经一位先生，带着四五位官员，穿着西装笔挺的。来到仙佛寺走一走，走一走了。好，我其中看到一位官员呢，我说你烦恼很多哈、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你脸色就知道你烦恼很多，是不是家里不平安？是啊，最近家里老婆开刀，孩子辍学，媳妇呢，崩血差一点死翘翘，儿子呢在公司。上班呢，突然间呢，就不想上班了，不知道怎么搞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哇，你不相信风水吗？原来我是不信的、现在这样我信了。你信也没有用啊，信哦，要能改吗？你叫我怎么改啊？我做人也没有事啊，怎么样啊，怎么样、我说做人是做人啊，风水不是风水啦，你不要搞错啦。我很急耶。你家明明前面一个两户窄窄的一条一尺多的往你家里穿，你还会平安呢、我就不相信。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？可以这么讲，我手算了，我用一间无助天师手算了，好卯木化进神来冲克，嘿嘿，一定丢。叫是什么卦？火烈四合五气嘎嘎，肉包子打鼓。射者者口，这是一个房子，刚好对面黄火像。进来。而且火烈银木化毛化进神，我们会教各位化进神啊。四爻在这里未土来克，这两个木就像两只那个夹子嘛，筷子往里面插，肉包子打鼓，你常常给医生看，检查不出病来，但是灾难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结果老婆开刀，孩子伤害，一家乱糟糟哦，不知道怎么办哦。这一下，他就幸福啊。我知道，特可以找最看的形状，又很有自信的，又很庄严的，又很自傲的。我看他的脸色差不多清清楚楚了嘛，一算就知道了。等了要结业的时候，我就教你们守卦，现在我不教，不然你们中途会绕跑。是啊，那么电视机的朋友们，你们要过来看到完我才会教，不然你们会绕跑。嘿嘿，一样的道理，因为我爱你们，我关心你们。你们呢？能行走天下，走遍天下，作为一个陆地仙的救贫人，救贫，哎呀，不简单呢。佛也来救贫呢。一个人的家庭不平安，事业不平安的时候，心里一定很贫乏嘛。一个人的心里很贫乏的时候，他的事业决定会不顺利嘛。一定的相贯穿的嘛，是等号的嘛。今天看到报纸了，我们的总统陈水扁先生，
好，他昨天讲到啊，日本投降和光复节不完全是等号，不完全是等号啊，这个道理我没有时间看啊，但是呢，新的平滑和事业的平滑是等号耶，不是不等号耶啊，我们往远处看都是等号，不是都等号啊。前几天啊，总统府的接受堂啊，那三个字拆下来了，好、啊，这个媒体的、啊、还在那拆，说若是啊去请问混元禅师，混元禅师不一定会啊同样的看法要拆掉哎，嘿，也都把我挂上去了。在我看来，我不会拆掉，连大中至正也不会拆掉，人短暂的臭皮囊。死了就好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了百了。但是他的法的精神永远存在，戒受。我想以前呢，我们蒋介石老总统呢，好，大家为了给他祈祷老总统能够长寿嘛，所以命名为戒受堂。但是站在我的看法不一样，我们坐在下面看的人是人，寿是佛，寿是智慧，寿是无量时间的空间，是寿。所以我众生跟佛跟智慧跟神之间要有一个界嘛，要有界嘛，媒介也好啊，或是法也好啊，或是桥梁嘛，那就好了嘛。那戒是用什么为戒？国旗的诗，青天白日满地红吗？好，青天白日是什么呢？光芒啊，我们的心要光芒啊。曾经我有一次跟我们国民党的某时代的啊，他的省党部的主委一起在溪头啊，他们办了一场啊什么南投所有的啊这些村里长的聚会。要去演讲，我在楼下呢，我就问了我们的一个主委先生，请问主委先生啊，国民党的党旗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哑口无言。小平啊，哦，国民党的这啊，这个薪水给你留了一辈子，你还不晓得。哎呦，我说啊是啊是啊，小伙子有够累的。啊，这个是十二生肖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国民众生，好啊，白日入我们的灵性，这个等于灵性的光辉。哇，你为什么没有把国父的精神搞清楚啊？难怪一直摔下去，没有去提倡啊，我们国民党青天白日这个，尤其里面这个，这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心灵的生命是光嘛，一法不一人嘛，也不一党嘛。当时陆浩东设计这个真的了不起。叶金喜大侠。像我们的生命，这生命要与日同辉，与日同辉。所以我们的易经风水与日同辉嘛，这个道理嘛，也是风水嘛。啊，后来这位主委了啊，师父啊，谢谢谢谢。以前我们只是啊，你们看，我要任何境界去想，不是我国民党中华民国我的扛棒啊，中华民国的扛棒是像太阳，比和太阳一样的照耀着三千大千世界，不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台湾而已啊。你要有这个心量啊，所以我演讲了跟
好，那一些村里长演讲，哇，怕跑啊，很高兴，怎么没有以前没有听过我们的党主席怎么样来跟我们解释这个？你们有没有啊？啊，嗨，所以啊，好，这个依法不依人。若是社会上将一切现象都看为法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社会和谐了啦，我们很平安。啊，任何一件事情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好了，民进党，好，他的党徽，在民国78年。在中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民进党的党徽啊，要修正好，你永远在十字路中间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哦，我问他们的常委，这提议回去了，也没有消息。哦，你即使转战能够站在路的中央交通指挥的话，你也指挥的时间有限呢。因为你站在路中央的交通指挥啦，你的时间确实有限了，要换班，我换来换去，对不对？也不对吧？那都我说学你们设计这个党徽，当然要正，要正，这是心。但是我问，有几位他了解到这一点的阿弥陀佛嘞？哦，了解这个是心，这 X。Y Z 这个 Z 就心嘛。那么我们看到啊，民进党的党徽，我们要正心正念，做人处事要正心正念。看到国民党的党徽，我们要心里要像太阳，阳光要像太阳，啊，普照的大地啊。所以若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一个自己设计的党徽，我告诉各位，你们自己要有它的真正的内涵。哦，不是说我要为统治而统治，为座位而座位，那样未免智慧不够。来，我们禅机三仙佛寺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当然有山有水嘛，是不是？这一二三，福禄寿，佛法僧，啊，精气神，精气神，好 ，plus minus， 啊，中道。啊，也是乾卦，也是乾卦，一二三，上为阳，为阳，这个下为阴，好，所以这个就三阳开泰，三个阳，三阳开泰，啊，这个水呢，天地皮，人在世间上天地皮呢，啊，天地皮呢，就是要团结。这叫团结。人地在上面是阳，下面是阴。好，人与三只之间中间隔了一条河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太极 S 这边阴，禅机山建设在大地上。好，这个阳。这个阳，福禄寿、佛法僧、精气神，这是阳，是山，山是阳，所以把禅机山仙佛寺这个 logo 呢，有一天我在打坐的时候，老祖是现出这个给我看，我跟老祖谢了，我悟了，所以我们禅机山 logo 是这样而已，接过来，好不好看？啊，太极是不是很自在？哦，这个是太，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山是什么？华严呢？哎，
华严自性，华严性，也就是艮卦，艮为山，山天的艮在东北，在西北，在西北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大川，绿色大川，生死之河。绿色大川，生死河。人站在这里，禅机山还是凡夫的所站的地方。这边山，九九华山，这边华山呢，华严性的山，自性山。啊，那么这个的生死大河，等于禅机山仙佛寺这地理地，华山何事隔生烟呐？生烟生生的生死大河啊！所以人要成就，一定要跨过这个生死大河，才能成就佛法生福禄寿，天地人精气神等等呢，才能跨过。而我们任何一个 logo， 我们都有它的道理。像我们这个 logo， 也有这个道理，而不是凭空捏造，也和这个完全是一样。好，这个好，就是我们的一二三，这个就是一二三，这个呢光呢，就全部上面的光，上面是阳，这个呢阴，这是禅机山，这是地。好，地是最落实、最实实在在的。而我们设计一个 logo， 有它存在的价值。哎，国务孙中山先生，他悟了道，赞扬国旗的光辉。可惜，当时呢，也许没有把这个讲清楚、说明白，才弄成呢。后来对国旗呢。的尊敬性，伟人他们的这个思想，他们的心境，我们所有的党员们、国民们没有办法看出那一朵花的时候，就是要放光芒，与日同辉，不要私心了嘛。若是治国能这样该多好呢，是不是？我们祭祖快到了，我们得请洪教授呢，洪主任呢，帮我记住，我们最近几天的时间，将我们祭祖的邀请卡送到各党党主席、副主席、秘书长，邀请他们2006年1月1日来参与我们的祭祖大典。依法不依人，大家一直在谈一中的原则。一中也不是中华民国，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也不是中国啊，搞错了啦！中华民族一中是中华民族，世界就能大同。你中华民国没有办法世界大同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办法世界大同，中国也没有办法世界大同，只有中华民族才能世界大同。你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，在那边定居。结你们生生世世的善缘，那么你们也是中华民族才找到根。而国度短暂的保护体，变色龙的保护体而已啊！所以我们要本着一个中华民族，老祖宗给我的天命，要圆融中华民族。也不是圆满中华民国。也不是圆满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也不是圆满中国，而是圆满中华民族所有的道统、列祖列宗先贤他们的圣心啊！这是我们中文大家共同的天命啊！所以各位，我们凡事禅的境界啊，禅的境界。
以物引物，即是真禅。好，以物引物，即是真禅呐、啊，好吗？啊，阿那你啊，那以物引物是什么物呢？啊，你看到、哦、啊，这国旗。所以当时有人提议要改变国旗的事情，有人问我，我把它写了几个字：国旗，第一，它没有罪过；国旗没有党或者人之分；国旗，好，它是一个精神生命的象征；国旗，它给所有啊居住在使用国旗那一块土地所有的国民们一个希望，所以国旗不能随便变换。哎，有用哎！好，一旦在喊要换国旗啊，有没有？要喊，嘿，我写了，还是哎，这个顾问还是有用哎。好，我的见解不为私，是为整个全民的心安嘛，只是少数人为反对而反对嘛，啊，道理在这而已。若是啊，当今以后啊，我们的国家有心要来领导台湾更进步了，无论哪一个党，士农工商、贩夫走卒的，我们都必须要有以物引物，那我们的国家一定是安定的啦。什么以物引物，包括风水也是以物引物啊。所以风水是以物引物，引物的法则反映出来嘛。啊，当你啊庭院右边你看到放了一个石头，好、啊、庭院，好、啊、放了一个很高的石头在这边的时候，好、啊、很高的时候，啊你就养成一个习惯，这样养成一个习惯。到最后来呢，你就握拳、捏拳，哦，就把拳，然后打拳，哈哈，那就较劲，打架嘛就来了嘛，哦，所以这以物引物，引什么物？内在心灵和思想，思想是在第七的执着之中，啊，那么内在八四田。是反映出来，所以七愿执着了，反映到眼观到第八识田，然后经过制造，经过思维，就反映出来握拳打架，这个非常灵哎，是这个以物引物，就禅的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哦，禅的最高境界以物引物，阿弥陀佛。